我们到了一个小镇，朋友们，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小镇，现在是属于巴东市。我们去买一点物资啊，车上没有菜了啊。这边有个菜场啊，先逛一下这菜场吧。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全部买完了，今天消费100多，那个菜啊，这个派，这个水啊，全部买完，准备现在出发了。在下雨啊，朋友们，我们现在到了巴东县啊，在这个山路上面怎么样？刚刚刺不刺激？刚刚那条路刚刚刺激吧？我刚刚在想你上不上得来呀、啊、那个地方打滑，打滑它是你把我掉到那个坑里面，那也不管我了、那个地方也不好乘车，我怎么管你啊、就是你走了走了一下停下来了，我就堵在你后面呢。我这么高一个，那地方不好停车。哎呀，哎，有水呀、啊！我没脱裤，我没脱。哎，撒泡尿吧，撒泡尿再走。那么大的山呢，我的天！恩施大峡谷，听过没有？朋友们以为我们天天没开车，今天走了多远了？翻了15多山。哈哈哈！全部都是大山。这么夸张，15座山。哎呀，我都喝点水休息一下。我也晕了。你晕车了啊、还好你不是坐车，坐车那就晕得像什么样，开车还不晕。我晕了晕了，全部都是在翻一座山过来、再翻一座山，再翻一座山，休息一下再走，喝口水吧、你还没有吃早饭？没有啊。对呀，我没吃早饭，没吃早饭，快到现在还没吃早餐呢。吃个苹果吧。苹果不知道在哪里，我给你一个吧。我有，我有啊，不知道丢在哪去的。我有啊。哦，你没时间吃啊。有啊，这么忙。搬、那么多山呢，妈自己又高了。打伞，看我打伞，来给你打伞，来一块吃苹果。哎，这风景我不吃了，我饱了。风景怎么样？哎，再不用淋雨了。
我不看风景的，我已经翻到山顶五座大山了，我不看风景的。翻了五座大山，今天。哎呀，朋友们以为我们老是在一个山里面，我现在四川的山里面。哪里啊？是湖北。不是，现在已经到巴东了。巴东属于恩施，湖北啊。嗯。早上早饭都没吃，翻了五座山了。人家以前说翻，人家说翻过了三座大山，我们翻了五座大山。五座大山。嗯。下这么大的雨。北京时间2点整，估计到5点可以找到完美露营地吧。我看你两台车辆都能跑这么多路。朋友们都说我没跑，所以我今天要多跑一点。我今天必须要跑够100，离开巴东县。所以我今天故意跑远一点的，因为我好久没跑过路，跑这么远了。不要跑那么远了，跑远一点。我已经好辛苦了啊。这就辛苦了，还没到西藏。没人换我呀。还换你，还要一个人换你开车是吧？三个了。刚才你在前面把那个车堵上了，我都掉到坎里面去了。那个路太差了啊，那个路。你不能跟得太近，像那种烂路知道吧，你就要减速，因为我可能要停车，你就上不来的。害死我了，你爹们哥把我掰了一下，我今天你把我掰了一下，你把车突然一停停，我掉到坎里面去了，尴尬了啊。你掰我，你比较尴尬。你饿了？嗯，我不饿，我早饭吃饱了，我吃了两碗饭早上。我没吃早餐。哎呀。嗯，实在饿了。实在饿了。嗯，我的头昏眼花了。哎。还是昨天晚上吃了到下午2点钟的没吃饭。哎呦，散了。这就比较尴尬了。干嘛啦？拍好了就可以了噻。快吃吧，吃了我们出发。哎呀，刚才走了一个地方，好漂亮的一个地方。我知道那里是很漂亮，那是一个大峡谷，里面好像是一个很那个水是绿色的，是吧？以后那个风景好的地方不要，你要停下来。哦，对对对，我们刚应该在，但是那里不好停车，我就没停了。这么好的风景给你放过了。下面还好多，重庆像那种风景太多了。我饿了，你不用照着了，我饿了。你快吃吧。你看这么漂亮的风。哎。哈哈哈哈哈！吃好了吧？走了。说我们两个是什么？我们俩就笑一下给他看。走了，吃火吃好了。哎呀妈！走吧，露营地见。露营地见。哎呀。